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海英，我在我们酒店啊认识一老外，你猜人是做什么的？人是美国商会的会员，还是纽约商学院的理事。很巧，他在我们酒店呢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李，那我是大堂经理啊，我得帮人找吧。哎，还真找着了，那个老外非常的感谢我，要给我美元呢，那钱我不能收吧？对。但是我跟他说，我有一弟弟，哎，就说你啊。 是东海财经大学的高材生，正在申请去美国深造。那我就问他，可不可以让他做个担保人，担保你去纽约商学院读书？你猜人怎么说？他怎么说啊？人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啊啊！果真的呀！真的。所以现在这样，你马上准备你的简历，那个老外呢，三天以后就要走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 孟磊呢？他不在这儿啊。我着急找他，帮我翻译一下简历。那宿舍教室都不在，他去哪儿了？嗯，他……哎，快说，他去哪儿了？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。哎呀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杜黎啊，他们家给他在北京找一家大国企，他去北京面试去了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会留在上海，怎么会？哎呀，这么好的单位，换了我，我也去。 哎，赵海英，你去哪儿啊？说吧，招什么事儿？海英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讲理的人啊，所以我劝你，别再缠上陈慕雷了，就是因为你。 他跟他爸都快决裂了。杜林，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他们家的事儿我管不了，也没法管。但有一点，我跟孟磊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且我们会结婚的。不是，还有你说什么呢？这我跟孟磊那打小就认识，那什么感情啊？ 再说了，哎，我们都是北京人，这一毕业了，我们回去，我们就……哎，行行行，北京怎么了？别张口闭口回北京，就是回北京，你也得先问问孟磊同意嘛。要回你自己回吧。赵爷，你牛什么牛？咱骑驴看上门，走着瞧。我没去过，但我听说过呀。哎，人都是一个 college 就完了，哪有这没读书过 high school？ 我跟你说啊，就你那英语，你英语那么臭，你就听我的吧你。我英语臭，我英语臭。海英，你跟陈梦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陈梦雷，你说他毕了业会不会回北京啊？哎。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老白，行，搁这儿干嘛呢？你们，停停停停停！你总算来了，这苦差事交给你了。你英语最好，咋流鼻血了？感冒。翻译。海英，简历。海英，你翻译简历干什么呀？我哥给我找的担保人，说什么一个美国的理事。真的？啊。嗯。 啊，这，你运气也太好了！我这正愁没担保人呢，申请学校申请不了。嗯，我不记得你美国有亲戚吗？哎，别提了，被裁员了，工作没了，怎么担保啊？哎，嗯，能不能跟那担保人说说，带上我一个？你翻译简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再说，海英，你总不能你朝着自己的远大前程狂奔，置兄弟我于不顾吧？
我是那种人吗？但是我约了人明天下午三点见，你来得及做两份简历吗？没问题，我做一份就行了。为什么做一份？我的早就翻译完了，翻译你的就行了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哎，我说谢天阳，谢天阳，你这也这算盘打得也太精明了。S2D，2，2，2，2，你明天中午12点见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告人了，告人。海英，这都几点了？几点了？整整晚了2个小时，约翰先生都走了。哥，这不去要是出了突发状况，给耽误了。什么事儿比出国还重要啊？就是就是，哥，我也这么说的来着。这位是？啊，我叫谢天阳。你好。哎，我们同班同学，我们系冠军。谢天阳。还有比我弟弟成绩更好的呢？没有，海英谦虚了。我跟海英顶多就是打个平手，平手。我看是你谦虚了吧？行了，担保人啊也见不着了，咱们先吃饭吧，边吃边聊。哎，简历带了吗？啊，来，一会儿给我。哎，过来吧。哎，见不着了，那有戏吗？见机行事吧。啊，哥，天阳是我好兄弟。也不差这一个。那个哥，我知道这样挺不礼貌的，也特别唐突。但是就像海英说的，我跟海英在学校关系是最好的。我们俩要是一起能去美国，在读同一个学校，我们就可以互相照应嘛。就是，既然海英也把你带来了，你也喊我一声哥，这个忙我帮了。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哥出马那一定是所向披靡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我跟你说，是吧？也不差这个。来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饶了我吧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一个人就够呛，现在又加一个啊，还给我塞一个，怎么？你以为我这是外交部啊？收起来，收起来，着什么急啊？等有了眉目再说啊！哥，收起来。哥，哥，这事儿就算了，其他的还有一件事你得帮我。现在考托福要需要美金，我想让你帮我托人换点美元。你也知道我们家里我爸不支持我出国，我只能求你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这是想偷偷摸摸顺米煮成熟饭呢。哎，我说你想过没有，要是让你爸知道这事儿是我干的，我还有脸进你家门吗？哥，这事儿你放心，我出卖谁也不能出卖你啊！啊，哥，江湖救急。那这样，后天下午去我们家后面那个菜市场等我。哎，那咱就不见不散。行，赶紧吃吧，吃完回家。哎哎哎！正呢正呢，天阳你看。早就说了，保送研究生十拿九稳的事儿。海英不也在？海英。哎，接过接过接过啊，接过来。好，哎，你看，我说我的直觉准吧？